速度观念方应该是没有办法抢，兄弟们，虎阵完全没有速度位，对面两个15的速度位。那上一把雪山虽然输了，但是雪山的虎阵打出来了比赛效果。这一场呢，看观念方指挥的选择，誓约战是吧？一场你克我，一场我克你。好的，昨天猴哥的诗情画意在32强的道路上被淘汰了，这是比较少见的啊，那种是属于意外。那讲道理，诗情画意的个人能力而言，进到下一轮的武神坛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不用过多的担心啊，猴粉们。因为下一个月打的时候，他应该是肯定能进的。第三回合，观念方目前的有效操作是青虫宝宝压尸体，盲拍的话肯定是守着尸体去了。比赛第四个回合，这宝宝死得很快，10个回合左右会有一波小机会。对于观战方而言，应该是一只都没神吧？对面重新叫，石统领如果有被山恶手施，对面得用卡苏拉，这法防速度应该卡不上。好像又卡上了，应该是卡上了，然后补了只宠。我看一下，卡上了，对，卡上了，卡上了，补了一只宝宝。卡不卡很关键，他如果卡得上的话，下一个回合他也可以用这只拉起来马上起变身的。好，这只的话没有去拉尸体，他能卡狮驼肯定也能卡魔王，应该是怕拉起来被手势。这样观战方早期的节奏就拉得很舒服了。这排宝宝对面必须得神佑，如果不神佑的话，按照回合推算，到第9、第10回合的时候，他的宝宝可能还在新老交替。好，神佑了，稍微神个2只要的，拉起来把变身补起来。其实观战方这样打，对面有速度啊。我们比赛看的比较多的话，我的心里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的心里的第一反应啊，就是对面狮驼岭可以玩象形了，不要管其他。现在飞机效果如果对飞不好，你那边又有速度，何必跟观战方拼刺刀呢？把节奏打慢下来，如果他现在选择飞机，下回合他不能动，观战方这边又有一圈大面伤可以看。会非常的吃亏，现在每天还是那个时间点直播吗？是的 GM 哥，没有变，差不多都是凌晨1点到凌晨3点半，有些时候是凌晨12点半到凌晨3点。虎头位的狮驼岭
跟虎翼跟鹰阵位的狮驼岭的伤害应该是差15%，但是给人的感觉，虎头位的加持打出来的伤害效果不止15%。你看上一场对面踩虎头位对面猛，这一场观战方踩虎头位观战方猛。现在我有一些些理解了为什么我一直都不认可的虎阵会这么的频繁被利用，因为我一直觉得作为回合制的游戏啊，分析的速度是最关键的，输出位置的速度有些时候也非常的关键。而虎是一个完全没有速度位的阵型，但是即使如此，我的内心仍然是不推崇虎阵的，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阵型。就即使虎头位的效果确实好。比赛来到了9回合，这场比赛雪山不能速推啊，被速推。上一场是虽败犹荣，如果这一场的话，在己方拿到速度的情况下被鱼岛速推的话，那就有点小问题了。现在只要兄弟们，只要什么呢，对面的指挥只要防好观战方地听就行了，因为观战方紧紧的去靠人物啊，靠人物的飞机和神木林的群秒，应该是秒不崩对面的，除非对面大特技也不开。所以观战方如果要玩速推流，他就一定会考虑把输出加大，而16个回合之前8回合以后，在10个单位都只有1.0元的情况下，会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挺好的，就是没有查出病因来，等过几年吧，疫情过去之后，过几年，我自己主要是短时间也不想去，刚刚住院出来，去大医院再查一下吧。没事，什么没有什么问题的小问题，就是有些某些人呢、喜欢借题发挥，就着这个事情来攻击我，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出门，不让我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这些有些人我打算跟他冷战7天，就从今天开始。好，先不说题外话，场上第11个回合，你们觉得有没有那么一丝可能性啊，让观战方把地听打出来效果，他如果这个时候这场比赛啊直接把地听打出来效果，那就不得了了。为我好就跟我说，把我妈搬出来是怎么个回事，害得我今天被我妈打语音骂了1个小时。哎，算了不说了，家家都是这个样子的，习惯了就好了。好，玩象形了，这个操作在的话说明雪山的指挥逆风还是会打的，我以为对面还飞机呢。你这个时候把节奏放慢，把13速的优势利用起来才对，效果才好。没钱，你们给我众筹一个来吧，直播间这么多兄弟，一人出个2-3块钱应该就够了，众筹一个吧。好，刚刚夸好的对面的象形被观战方金清爵解掉，还是那句话，防好观战方的地听，观战方指挥极有可能会在16个回合之前叫宝宝，现在是齐的，如果要叫鱼岛这边要换宝宝出来，
绝对面魔王寨都可以踩塔了，在关键时刻走一个金青，来降低自己风系位置的压力。上场雪山打得多舒服啊，虽然后面输了，但打得还是非常好的。这场比赛有速度啊，被观战方这个虎阵冲得有点厉害。上行来的晚了一点点，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14个回合没有叫地听的话，15个回合叫，16个回合就有双灵元了。石统领的速度啊，兄弟们，在这场比赛里如果有改变的话，应该都是浮云神马带来的效果。只是因为浮云神马它没有那个没有标志，所以我作为解说的时候是不会去强调这个东西的。你们知道用什么药子什么药去防落花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叫定神香，是可以防落花的。他现在控制不了石统领的伤害，要出事情的啊。关键方连对面的象形都不放过，咦，就这么输了的话，那这场比赛就真的被打成了麻瓜。刚刚有兄弟说上一场对面指挥打得不好，这一场比赛才叫不好啊。一速三速包括物理一速对面都可以稳定拿到手，小克15个回合的比赛，来看他们打的第